下面上这个演员逗哏的呢，大家伙很熟悉，叫王子欣。他以一个优点见长，就是脸长，人家脸长都褶一下，留个齐头发帘啊，就褶一下了。他不仅他剃了一鲨鱼头，是，这还滋着两根毛，跟小菠萝似的。给他捧哏的彭岩老师，人就会褶。别看脸黑啊，头发白呀、啊，褶过去了吗？他这脸长到什么地步啊？身高1.73米，这脸就1.7米。出门之前先把脸伸出去，噔，然后再把脚迈过去，不怕硌着，知道吧？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口吐莲花》，表演者王子欣、彭岩，掌声有请。实在是太矮啊，三等残废，残联同志，傻好、啊，讨厌这个主持人，每次都说我脸长，嗯，说这话就亏心，因为脸比他个儿都高，有那么夸我脸长吗？啊、不长，啊，长了，长了怎么着吧？啊，较劲不疼，反正啊。就这么长的啊，非常高兴。嗯，每天看到这么多可爱的观众，嗯，来支持咱们这个传统艺术啊，也高兴。传统文化需要您各位的支持。哎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好比说过去早年间，传统文化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天桥。哎，对，那是集散地。这个多么繁荣昌盛的传统文化！哎。多少能人，多少绝活啊，已经看不到了。没错，失传了。嗯，没人会了。好比说这么一位，哪位？叫奔公的张。怎么回事？九局天桥啊，嗯，弹弓打得好。哦，打弹弓，人家弹弓打得绝了。怎么呢？一丈多远放一把紫砂壶，嗯，壶左上放一枚铜钱。好，妈妈。一丈多远啊，我甭管站着的、坐着的、躺着的。弹无虚发，是吗？铜钱飞了，壶嘴呢？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哎呦，这就是功，就这么准啊！外行来得了吗？来不了。真说外行，一天没练过也干这个啊？嗯，东西都一样啊，芝麻好了也打。啊，茶壶没事儿啊，铜钱也没事儿。不错。人群有人说话，孙子你下。嗨、哎，打人眼睛了。谁那么倒霉站壶后呢？外行来不了啊，不行，是吧？嗯，还有绝活，还有什么？好比有这么一位叫甩头一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丈来长的绳子啊，尾巴上拴一枪头，哦、啊，墙上呢画着眉目鼻口人的五官，嗯，甩这绳子打这五官，这应了那句话，哪一句话？说鼻子不打眼。哦、说打你眼珠子啊，连那眼窝都不沾，就这么准？有什么了？外行来得了吗？来不了。外行啊，一天没练过也干这个，行吗？都弄齐了，嗯、拴好绳子，打这五官。嗯，过一分钟您再看。怎么着？来人给我解开。好，把自己缠上了是吗？外行来不了，不行。还有厉害的什么？叫。银签刺咽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听着就厉害啊，这听着就邪乎啊。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嗯，大长枪杆子，两头都是枪尖，把枪尖放在梗嗓咽喉要害的位置，嚯，两人对面一使劲啊啊，哎，怎么着了？枪把这枪给窝弯了，那、哎、就这样，硬气功啊，多厉害！太厉害了，外行来得了吗？来得了吗？也有那个勇于尝试的，谁呀？刚才那个主持人啊，前妻、嗯，他的父亲，哦，也是打哪看见了啊？啊，嚯，银枪刺咽喉，嗯，有意思，练练，买东西去吧。啊，那个枪杆子把家里墩布撅了，撅死，行，挺好。枪头呢？啊，就买了一个。都杵上了，那怎么弄啊？这得俩人来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把天气的妈妈叫过来了。我把他妈叫来。来，宝贝，来，这还真亲。来，攥着这头啊，往这杵。嚯，
把这棍杵弯了为止。哎呀，钝木杆可得使劲啊。嗯，你要是使劲，下去给你买糖吃。你要是不使劲，怎么着？撕吧撕吧，给你喂的鹰。这么狠，这么狠啊！啊，干嘛害怕呀？啊，那行。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三个数啊，嗯，一二三。好，我们甭吃糖了，都穿了。就这一下，嗯，他爸爸居然死了，他居然意想不到，这就是作死，生命很脆弱。他妈妈判了18年。哎呀，这是行，咱说理去，嗯。外行来鬼啊，这都是绝活。是，还有厉害的什么呀？有这么一首叫《油锤灌顶》。哦，油锤就大铁锤呀、啊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工匠那红砖头，嗯，枕着7块，头放上压着3块。哦，抡这铁锤砸这砖头，嗯，砖都碎了。站起来拍拍土，没事儿，脑袋没事儿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哦，这叫油锤灌顶。油锤灌顶。哦，外行来得了吗？不行，也有常识。又谁呀、啊？前妻的妈妈。18年放出来之后 啊，要来这油锤灌顶，有意思。这是小老头的练的、嗯。好家伙，整好了，砖压好了。也得俩人来呀、啊。叫谁呀、啊？把前妻叫过来。嗯、来，宝贝，来来来来，抡这铁锤，歇我啊，照这歇我。把砖都歇碎了为止。哦，可得使劲啊！你要是使劲啊，下去给你买肉。你要是不使劲，嗯，撕吧撕吧，给你喂了狗。他们家都撕吧撕。前妻最孝顺啊！前妻最孝顺。那怎么样？妈，您躺好了，我歇您。哎呀，咋数啊？嗯，一二三。就这一下。怎么着？是这个景象啊！在座各位要是看见了，嗯，再也不喝豆腐脑了。哈，哎，就全出来了啊！别说，就这一下，嗯，他妈居然死了！哈，意想不到啊！啊，生命太脆弱，太脆弱。前妻判了18年，放出来给你主持。都挺这都那么大岁数了是吧？也不能琢磨，不能琢磨。我的天哪！给你主持就很不容易，嗯，都能支持。刚才这些啊，嗯，外行都来不了。是，您各位在家也千万不要去模仿，放心，尤其小朋友啊，千万不要模仿。是，还不如私房。外行来不了。对对对，我真的不行。您干嘛？我都能来。你等会儿，我练不正经干净，这都是玩儿。我跟你说，什么意思啊？您能来？我太能了。您干什么呢？您能来？我啊，看不出来，好家伙。您瞧出来？不认识我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北京气功协会会长。嘿，气功协会。练气功吧。啊。哎。不对，怎么样？那练的太多了，我看你意思还有点不信啊。不是有点不信啊，压根儿我就不信。没关系啊，啊就看着你不信了。不光你不信，嗯，在座的各位也不信。不是您这么说，当然不信了。不要紧的，怎么着？就各位来着了。今天 啊，在这儿当时给您表演表演。不、啊，不信吗？没关系，能展示。展示什么呀？就刚才说那些个都要道具。啊，咱弄一个没有道具，咱弄一个什么？也特有名，电视剧老演那叫什么？什么？大师碎胸口。哎，大师碎胸口，我来的好极了。好好，大师，哎，我就碎了啊！您这样，您这还不如撕了撕了卫生呢，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那叫胸口碎大石。叫什么？胸口碎大石。这两个东西不可以互换是吧？不行。哦。对对对，胸口碎大石。您那练完连卤煮都不吃了，我跟你说，都出来了是吧？哎，老有吃的事儿，你看，我能来，你能来？待会儿啊，好啊，怎么弄？把这话筒挪开啊？怎么着？我躺在桌子上，这儿找一石板压我身上，然后啊，找一抡锤，对，需要您的帮助。我来这抡锤的。不不不，那我来这石板。你趴我身上啊！别不行，铁锤砸你没我没事啊！这刚放出来，一会儿再进去。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砸我是吗？对啊，这不成，这不成。
不成吗？你又换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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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别那么血腥。行，给你展示一个我内，别那么难受，展示我内功吧。内功，您看这个剧场没有？啊，我这么一发功啊，嗯，一使劲，啊，这顶子唰掉。哎，好，来回这个，别别，我这个特别好，不行，来。饶命！好，我们还演出呢啊！我怎么了？您要练这，上德云社练去。不行，这个好家伙，我们这好不容易剧场这么多人，也行。您这来再文静一点有没有？再小点呗，再好看一点了。那就只能啊，咱练个媳妇吧。哎，练媳妇行。哎，练个媳妇。我来俩。来俩，一胖一瘦。您各位抓紧拍照啊！这么猥琐的相声演员不多见了。干嘛呢？变媳妇儿吗？还变俩？媳妇儿不懂啊？五彩媳妇儿，西方的魔术麦这克，买哪个？五彩媳妇儿变媳妇儿吗？那叫戏法儿，他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戏法。这个音译不同，音译不同，没有音译的事儿、啊。那个变戏法，哎，变戏法我。那您变什么？变个什么平地抠饼啊，空杯取酒啊，口吐莲花，这都没问题。哎哎，抠，哎，你刚才说啊，啊，这三样里边啊，对，前两样我都听说过，都听过，最后一样没见过啊，还驯兽。您来这狗吐莲花，我相信。哎，小动物，哎，是不是？有意思啊。不是我血压有点高现在。脸长怎么回事？您那耳朵是假肢吗？塑料的，是不是？耳朵什么意思？口吐莲花，不是你吐莲花。谁？干嘛呢？口吐莲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听说过？没有没有。啊，我自己研究的。哦，我读教会。那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啊？啊。就说啊，你给我拿了一杯水来，当这么多人的面，咕咚咕咚咕咚，我敢给他喝了。哦，哼，哎哎，啊，那您要这么说，怎么了？你拿过一张饼来，哦，康昌康昌，我敢给他吃。啊，不是，我不光喝，嗯，喝完我还吐呢，吃完我还烂呢。我吐出来可不是水了，我烂的也不是饼啊。我都闻见味儿了，闻什么味儿？那么恶心的怎么？喝水谁不会啊？我吐出来是一水晶球啊！哟，茶盘大小啊，晶莹剔透。哎呦，吐出来不算完，怎么着？飘在半空中，绕着剧场转三圈。呵，正当中打开这群朵水莲花啊，上面站一大美女，穿着丝带式跳钢管舞。你说来这边。对对对对，你别碰我啊！你爱看这个，来爱看这个，爱看。行，来，行，各位啊，啊，给您展示一下，我确实有能力，哎，我特异功能，我直接给您变这个，哎，怎么样？行，但是啊，嗯，有一样药气，不知道您有没有？药气没有啊？你以后咱都有脚气。药那边来，我也有，不是那个药气不明白，药气啊，音药，听音药，天，音药学院，您在哪儿学的词儿？那叫乐器，对，乐器，哎，铜锣有没有？说相声谁带锣呀？你这不逗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完了，对不起各位。变不了了，别介，这样啊，下回我自己带。等大豆，大豆成立500周年，哎，我还给您带过，这小姐给您变着，5周年您都活等着我啊。不是，您想想办法，观众这么热情，您找一个替代品能行？铜锣你怎么代替？你有什么什么板儿什么的，什么这玩意儿，是不是？你说哪个啊？没有，怎么回事？找着了，找着啊，铜锣找着了，什么呀？你这个脑袋现在就是铜锣了，我这脑袋是铜锣，能来吗？你得牺牲一下，反正大美女，乌克兰大美女，行，嘿，腿就这么高，我跟你说，是吗？啊，三点制，三点制，钢管舞，来，行啊，大龙，行，您别委屈，没不委屈，您别勉强，我这不委屈。
太好了，什么艺术献身，感谢彭老师的配合与献身。哎，你看咱们可以演出继续。哎，罗锤不用麻烦您，啊，我自己带了。哦，你带了一把开山斧。哎，我出去等会儿。好，您还不如拿我当大石头，我跟您说。什么意思啊？开山斧不行，您来。大砍刀那也不行，就给你挑一个。您找一个那什么？哎，这个吧。这扇子。就这个。扇子不解恨呢。解恨像话吗？行，来吧来吧，就他凑合就得了。行，凑凑来。为的是看您的表演。那也行啊，站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哎，行行。一二三。二三，变不了。怎么了？哑巴罗。什么叫哑巴罗呀？光敲不出声，还不出声呢？让各位跟着啪啪的啊！你们家罗啪啪的，不是那应该罗也哐哐啊？废话，那是铜的，我这肉的。敲不出来，拿嘴学呀、啊！哦，拿嘴学。我敲桌子好不好？干嘛敲你啊？哦，嘴学这锣声，多新鲜呐、啊！到了，到了，真是的。打来回啊！说清楚。一二三，二三，啊，哐哐，迟钝锣。叫迟钝锣呀？太慢了，那您的意思、啊？你变完半年了，快点，哐当都出来了，更快点吧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一二三，二三，哐哐，神将罗，我怎么都不行了、啊，是不是？你懂什么叫同步？什么意思？锤到罗明，锤到罗明，你那么笨呢、啊？行，你最后一回了，那很好，再给你个机会，没问题。一二三，二三，哐哐，跟着师傅。上茅山，哐哐！茅山有个毛老道，哐哐！师傅教我把一传，哐哐！教会了徒弟整八个，哐哐！倒有七个成了仙，哐哐！只因我贪玩没学会，哐哐！师傅将我赶下了山，哐哐！下得山来无事干，哐哐！变个戏法大家观，哐哐！先这个狮子滚绣球，哐哐；再这个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；珍珠倒卷帘，哐哐；倒卷帘，哐哐；卷帘，哐哐；帘，哐哐；抡一鞍，哐哐；帘，哐哐；倒卷帘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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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。好。不错不错不错，真不错啊！变的变不了，怎么？试试罗是。好家伙，这都快打屁了！您试试罗，我得试试罗呀。那保证演出成功啊！不是，祝贺你祝贺你，你也风格了。祝贺你祝贺你。这那您变的倒是变不了吗？为什么呀？我刚才说了啊，我得拿过一杯水来呀。水呢？难不成让我卡痰吗？对对对，别去！早说这是拿不好。这路人啊，就得这么对付他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来，有了。水啊！哎，我去，农夫山泉，哎，有点泉。后台刚尿，啊、不是刚倒。还行，是水是水，对，这有点就行，喝点就行。好，水有了，有啊，我有了、啊。咱们现在啊，要请神仙。干嘛请神呢？借助他们这个仙力，完成这个口吐莲花。哦，这个意思。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哎，山水我对你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在我请神的过程中啊，你不要多嘴，别说废话。为什么呀？神仙都住山里了，哦，好清静。本来来北京就闹了，嗯，好家伙，你跟一搭个哟。这神仙来了，我想的不，哎，您一位挣多少钱啊？我这心，神仙烦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走了，哦，这意思，演出失败了。放心，一句话我都不说。那也不行。好，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有你一句关键的台词。什么时候？就在我把水啊，嗯，喝下去，要吐还没吐的时候啊，你要前腿弓，后腿绷，抱拳拱手，高叫我的法号，您叫爸爸。
么倒霉名字，这是我师傅起的，师傅起的，师傅起的，就得这么叫。哎，然后呢，爸爸您倒是喷呐，这以后见你嘴里见冲着喷出来，这就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大美女，马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您叫我能来吧。哎，但是那个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。怎么了？这个神的您请。对啊，罗是免了。那哪行，不是我这人快，这我得叫人家呀，这谁现在手机经常不在服务区或者打架停机，也不可能，那非得打，必须打。那这样行不行？怎么我自己来，自己来啊？不是，那神仙可不喜欢不实诚的人。我实诚，神仙可不喜欢糊弄的。我绝对不糊弄。你不糊弄？绝对不糊弄。敲敲大哥看看，去啊去啊，你看好了啊，咱来了试试。哐哐，这行吗？各位不行啊。不行吗？不行。他们不行。哐哐，这行吗？各位不行啊。不行。哎，不行。哐哐，这行吗？各位不行。要不行了，把他弄死咱也没得玩了，是吧？哎呦，每次都是这样。行，我谢谢您救我。哎，每次都这样。那这么着啊，正式开始。开始啊，各位啊，注意啊，别可把早上。人家不管人家了，瞧这个，什么意思？一二三四五，哐哐，金木水火土，哐哐，要把戏法变，哐哐。还得从头数，哐哐，一二三四五，哐哐，金木水火土，哐哐，要把戏法变，哐哐，还得从头数，哐哐，一二三四五，哐哐，金木水火土，哐哐，要把戏法变，哐哐，还得从头数，哐哐，啊，这个，还得抓把土，哎，哐哐。一请天地动，哎，哐哐；二请鬼神经，哐哐；三请毛老道，哐哐；四请孙伯龄，哐哐；五请桃花女，哐哐；六请老济公，哐哐；七请猪八戒，哐哐；八请孙悟空，哐哐；九请萧敬腾，哐哐；十请释汪峰，哐哐。疯掉了，疯掉了，甭搭了，砸死你！怎么了？你这请的什么神仙啊？不是，这神仙呀！把萧敬腾、汪峰都出来了。当然了，那是神仙吗？什么都不懂啊！您都说了，雨神啊！萧敬腾为什么一来北京，北京就下雨？来哪儿下雨？您都有仙气儿啊！汪峰为什么永远上不了头条？仙气护体，这都仙气儿，当有仙必须得请啊！请啊！请就完了啊！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叫你不要多嘴，别说废话。我请神都请过来了啊！啊！鼓楼大街下车了，还坐车了，马上就进来了啊！你哐哐给我两下，人家闹着玩儿，回去了。那怎么办？打头来，打头来！一请天地动，啊，哐哐！哎，十请是汪峰，哐哐！哎，一会儿又走了。早请早到，哎，哐哐！晚请晚到，哐哐！如若不到，哐哐！铜锣相叫，哐哐！请神接仙，哐哐！八抬大轿，哐哐！净水泼街，哐哐！黄土垫道，哐哐！大月二十三，哐哐！姑娘要花，哐哐！小子要胖，哐哐！厕所舒服，哐哐！要掉五毛，哐哐！嫌贵我不嫁，哐哐！憋得我转炕，哐哐！早晚挑点，哐哐！注意感冒啊，哐哐！要是感冒，哐哐！赶紧吃药，哐哐！该吃什么呀？哐哐！我也不知道，不哐哐！我真不知道，哐哐！你问我不知道，哐哐！你问我也不哐哐！谁问我都不知道，行，知道，赶紧！反正天也不早，哐哐！人也不少，哐哐！举步观瞧，哐举步观瞧，哐众神来到，哐众神来到。我都咽了，我去你的。